OK， video 怎么做的过程呢？这就是卡瓦吗？对，卡瓦是卡瓦。然后怎么它怎么做呢？它那个这个巧克力，然后削皮，然后是这样，然后买完了以后呢？买完以后带走。带走以后怎么办呢？带走然后做。它怎么做？怎么制作？怎么加工呢？它在那个酒店做，我也不知道。哦。啊，这是卡瓦市场啊 ，Hello。Hello。这就是所谓的卡瓦市场，但是卡瓦酒呢，我都还没接触过。哇，这就是一个卡瓦的交易市场，这么大的一个交易市场，可能阳光有点反光，看不清。This is the biggest kawam market. Yes. Oh. Okay.